他子晴以前在黑社会，他们那个制作人铁血女制作人，那个他们三三两两那边等录影嘛，那时间到，他们又在那边可能就是在那边好东摸西摸，去取悦观众吧，妓女们，他们说上课啦，真的假的？是这个，你现在讲这种话，这绝对是要被告的。17岁，然后我第一次录影的时候，那个制作人就说：“妓女们还不赶快上去退了！”我就想说，哇，录这节目会被当成妓女？没有，我知道他的意思啊。演艺人员有时候跟妓女说真的也没什么两样。第一，前来就干；然后第二，不能有情绪。我们早上出门跟老婆吵架，可是我们这边也是，他说你不正常，也是要。